玩捣蛋鬼不要在黑灯时把任务做完，否则你就会卡任务不再刷新的bug。任务比别人少做几个，表现分比别人低，加的分就少。所以想上分就一定不要在黑灯时把最后一个任务做完。再演示一个在讨论期间当前演包的 bug， 点任务的一瞬间拉起了会议，就会卡出这个界面的 bug。 这个 bug 是可以发表情的，经过询问，其他蛋也都可以看到咱发的表情，哈哈哈，这妥妥的显眼包 bug 不就来了吗？你们能看到我发表情吗？ 那不就要快钻那5号的大厅的话，那不就晕了？这个灯是4号开的。